总会。说可惜啦，好不好？哇，我那个咸鱼爸其实蛮常抽到的，对不对？皮夹里面竟然有一张名片，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Break it down to a second, a million thought a dream. Go, go, go for the limit with the power of believe. Just soak it up like a flower, like a summer field.我要带走格式化宣传。好。今天比较晚，那再有一场发表会是。不过十一点有一个网友，他前几天寄遥控器，我昨天刚收到，但我昨天不在，然后他一直问我说修好没，我说好吧，你十一点来，我直接换一个新的，因为我搞不清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知道那个套件啊，昨天本来有两个要来拿东西的，早上没来。早餐都是香肠，然后这个手冲。哇，10:55，我剩5分钟可以吃早餐。那怎么还要录？我想记录下来，因为刚刚我刚刚在路上讲有一个李先生，哦、他是礼拜五下午寄遥控器。然后我昨天礼拜一下午我不再收到，然后他就在讲说他要来拿遥控器，我开都还没有开，那待会十一点他说他十一点，他问我收到没有，如果收到的话他待会可不可以来拿修好的遥控器，可是我根本没有修啊，根本还没看，对啊，那因为他买没多久算了，我就不修，直接换一个新的给他。我再来看他是什么问题。那另外有一个柯先生，就前几天他滑得不错，然后他表哥看了也很喜欢，又订了一块。然后他说他的滑板也有点问题，我说好，明天让你拿来。本来约下午的，结果他说11点，待会11点要来。剩4分，好，我先不聊，我先吃。好，11:05，说到楼下。好。拿遥控器下去试。好，11:15，我刚下去是柯先生，我上来结果这个李先生也到了，可是他的我是正常，到了，下去，哇，上来了。刚刚那个李先生，哦，很壮，很壮，原来他说是军人退伍，然后，他的遥控器我试了，我跟我的滑板脸没有问题。后来我问他说，那我那天不是有教你重配对吗？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配对，他方式错误，他没有按电源键。一般那个 EOS 这个电机的配对是按电源键，长压5秒钟，它开始闪烁之后，遥控器打开，拿一个尖的地方从这侧面刺下去就连线。他只刺这边，那边没压。所以连不上，然后他把它寄上来，然后我刚刚才拆，就东西其实没有换，他只是没有重配对，但是正常是不会需要重配对，所以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动作才会造成这个样子，对。但是我刚刚是遥控器没换，但基于安心啊，因为他来一趟了，你如果不换个东西给他，他搞不会觉得还是有问题，所以我刚刚还是拿一个新的遥控器跟他换，那这个是他的。就留下来当备用。不过他刚刚他老婆，然后带小朋友才3个月，好辛苦。
看那种那样子来，我想说赶快帮你解决，就赶快可以休息。那小朋友三个月抱在胸前这样子在睡觉。好了，总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啊，不要紧张，我没有不能解决。那在文字沟通上面，有时候也许是不够清楚，哦，不够清楚。但见了面就知道，哦，原来这么回事。哦，那他很紧张，他感觉啊，怎么会刚拿到就坏掉，很怕坏掉之后没办法处理。其实不会，你找我改滑板有任何问题，有任何问题都找我，我都会帮你处理。那保固那当然都不用钱啊，保固之后就是费用，哎，也没有多少钱啊，反正就是材料费而已。哦，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好紧张的。都能够出。现在11:30，我1点要出门，所以我还有一个半小时做事情。欸，好，开始上工啊！对，昨天发的那个影片，欸，应该今天早上发的影片是讲昨天电动滑板上路的问题。我已经把我的态度跟大家分享了，所以你们也不要再寄那个电动滑板上路会被罚钱的新闻给我看。我知道了。那个人造业，个人担嘛，那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嘛，对。那你只要搞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做出危害别人的行为？如果没有，那真的被罚了，那就被罚了，就这样。现在很壮啊，没有，你是有在练啊，我看你在练，很厉害。Hello. 擦擦屁，擦这里。是哦，错了。哦，你们这次很。哦，谢谢。哎，从这边进去。哦，后面。嗨。哎，今天也是很盛大哦，是不是？感觉好像钱很大。哦，好，进来看。OK。哇！6761251251，这个真无限。现在到的人还不多，待会2点才开始，因为几乎都进去了。对啊，啊。
啊，这样拿。对于新成色的媒体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奖品发布会呢，将在于一分钟后马上就要正式展开了。再请邀请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将您的手机帮我调为静音或者是关机。感谢各位的配合呢，莅临到我们今天 Jabra 一粒系列的无线蓝牙耳机的产品发布会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今天给我们的热情支持哦，因为我们此次的发布会，刚刚有非常多人都在讨论说，其实我们这一次呢一波三折，对不对？因为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手机品牌啊，他们的发布会打到我们的档期了。但没有关系，今天呢大家莅临到我们的现场，一定可以达到我们最多的这个产品资讯了。那我们接下来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Jabra APAC 的业务经理潘云汉先生，可爱欢迎。哎，大家好。那当然一样，请我们可爱就直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新品重点咯。 OK，我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还有长官特别来，因为我们刚其实在旁边很快的讨论了一下，因为其实真的不得不发了，因为在香港我们大概是在七月的时候就已经办了Elite Series 的 Launch， 那所以我们原本是上个礼拜 delay， 然后想说哎，这个礼拜因为知道一本撞击，所以还是特别感谢各位的前来。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内容会讲到的是说会去重新介绍，在我们四月的时候我们有发表了两个产品，一个是商用的耳机EBOD751，还有Elite65T。那这一次呢我们会针对 Jabra 的Jabra 的 Elite Series 去做一个整个系列的介绍，希望让大家有一个从低阶到高阶还有什么样是这个在市场上最流行的东西的一个了解。往前坐一点可以看到一些耳机的状况。在目前呢我们的 Active65T 里面有两个颜色，第一个颜色是蓝色，蓝色现在已经在市场上可以贩售可以买到。那还有另外一个红色是我现在手拿的，这个红色是会在九月的时候会上市。那所以 total 来讲，整个 65T 这个 series会有五个颜色，第一个就是黑色，第二个就是现在看到的红色，还有蓝色，还有一个铜色，以及 Jabra 过去比较少琢磨的白色，铂金米，铂金米在哦这里。目前在他们手上的就是我们的米白色、红色跟黑色。好，所以这我刚刚提到的这五个颜色，除了红色现在还没有上市之外，其他剩下四个颜色都是在各大通路啊，还有网站上是可以买到。谢谢 Model 的展示。所以呢，2016年推出的 Elite Sport 开始第一代，然后到了去年八月的时候推了第二代4.5小时，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基本上它的外形是有别于一般的真无线蓝牙，是长得比较奇怪。那它奇怪的点是最主要是因为说我们是 Jabra 其实的母公司 GN 大北欧公司是本身做助听器，在做助听器下面我们又有一个做商用耳机的部门，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利用这两个部门的优势去design 这些我们一般消费者所使用的。所以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到说它的外形基本上是会贴可以完完全全的由用助听器的方式去贴住耳朵，所以基本上它可以不需要所谓主动抗噪就可以去 block 掉外面大概 98% 的 noise cancellation。 那我们会特别强调说，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耳机基本上面都是会有耳朵会有很多的 mic 的孔。那这麦的孔呢，它的帮助是什么？帮助是说过去比如说大家很常用一般的有线耳机的时候都是一个孔，所以会把所有的声音都收进去。
那他这个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变成说他第一，他会多更靠近耳朵，可以收音的品质更好；第二，他可以把一些声音去有效的过滤掉，而不是说一孔360度的全部进去。那这个65T 呢，它基本上右耳大概是6.5克，左耳大概是5.8克左右。那讲完了它的硬体面，我们来讲它的一些所谓的 feature side。那在 feature side 的话，基本上65T 跟65T Active 的最大差别就有三个点。第一个点是说，它是使用了特殊的涂 coating 涂层，所以呢，变成说过去大家可能比如说戴65T 的时候，很多上次很多记者媒体朋友都问我说，可不可以拿来运动？那我们就是因为说，它可能是IP56，上次65T 的话是 IP55，这一次去防水防尘的提升就做到56，所以像台湾，比如说有一些做外务的朋友，可能比如说有时候下雨啊、流汗啊什么之类，它可以简单的用水清洗，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拿来做运动使用。那第二个呢，它有内建了它的动作感测器。就有点像说，我们现在它目前已经在我们的 App 里面已经可以做到简单的记步 ，OK。所以这是它的两大功能。但是 in general 来讲，它跟市场上所有的蓝牙耳机不一样的，分别有几个点。第一个点，我们是市场上第一个使用蓝牙 5.0 的。那蓝牙 5.0 的意义代表什么？第一，可能传输的距离更远，传输的品质更稳定，然后再来可能是大家现在很多讨论的。比如说跟未来物联网的连接，那但是 exactly 它跟我们的耳机到底有什么实用上或者是应用上的帮助？所以第一个展现的就是说在电力上的提升，在过去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Elite 651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很期待的一个对它放了很多心思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也先请 Model 来帮我们 demonstrate 一下。那它目前呢，基本上它有两个颜色，一个颜色是大家在PowerPoint 上面看到的银色，另外一个是古铜色。古铜色的话，现在是在 model 的身上。哦，古铜色在 model 身上。对，银色在 PowerPoint 上面。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应该是麦克风的位置。好，大家我们媒体界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好，我们等一下会后的话还蛮多时间的，那我们时间还是再留给我们的开，继续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65E。OK， 我们提到了，我们在刚刚提到的说，为什么我们对这65E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期待，就是说由于我们过去啊，最早我们在四月的时候，我们有 launch 了一个75E 就是商用版的 ANC 耳机。那我们慢慢的去看到工作其实与生活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很多人呢，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是他工作的时候跟听音乐的时候，他都可以共用一款耳机。所以这个东西，这只耳机65E呢，它有什么特别的？第一，它一样用蓝牙 5.0， 所以当它用蓝牙 5.0 的时候，它的效果会更明显的呈现在，例如说大家现在所用的PC 还有手机之间的两个 device to device 的交换。OK， 那我们现在再介绍65E的兄弟45E，我们也一样先请 model 帮我们展示一下。所以现在 model 身上戴的应该是铜色嘛？对，一样是古铜的。对，所以银色的其实就是在 PowerPoint 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铜色的就是在 model 身上。我们凯尔的身上也有。哦，我这个身上是65E，对，就是如果我老板突然打给我的时候是可以接听一下，但是他可能不会听到我在哪个地方，就是开会啊，还是去喝咖啡之类的。所以呢，45E 的话，它比起65E，它其实是有在后端呢，它是有一个电池，那所以戴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它的所谓
看起来它会比较沉稳。那45E的话，像刚 model 穿在身上的话，其实就相对来讲是比较流行，比较不会感觉是戴着耳机是要随时准备工作的状况这样。所以呢，45E它跟65E最大的差别就是说，第一，除了说我刚介绍在外观上，它的电池电量的问题之外，那它在主要它把原本的刚我介绍65E里面有五个麦，它把三个 ANC 的麦拿掉，剩下两个麦。那一样呢，它承袭的它的前一代给我们的 idea 就是过去可能在2014年、2015年非常红的 Java Rocks。就是说它一样是做一个磁吸式的东西，然后呢，如果大家有的人比如说戴真无线耳机，比如说我们65T 会觉得整个太封闭的话，我们这个45E 它是属于半开放式的，所以变成说半开放式的好处是什么？半开放式的好处是说，今天当你长时间戴在耳朵上的时候，如果它是完全密闭式的话，它会有它的 speaker 会一直在你的耳朵里面放声，所以会造成长期下会造成你的听力的受损，所以有些人呢可能是不喜欢戴那么紧密的，所以他们就会选择45E 这种比较半开放式，然后价格比较亲民一点的。那么呢，最后呢就讲到了25E，那25E它其实是我们大概是在去年年底推出的，它承袭的model 呢是Hello Smart。奥斯曼过去在台湾其实在 Rock 十周是非常的热门，因为其实有比较不是非常多的厂家他们会去做比如说像这种颈挂式的，在过去两年前不是有非常多的厂商去做这件东西。那它的特别的东西就是说，今天它可以长时间的待机，再花个2000多块，它就可以长达18个小时的待机时间。那再加上说它的这个 neck band，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嘛，如45E 它的颈挂它是可以很舒适的记忆住你的脖子的形状，那这个25E 它同样也可以进行弯曲，所以如果等一下大家看旁边有一些 sample 的话，可以试着尝试弯曲，它可以记忆住你的颈脖子的形状，然后不会让它掉下，又特别做了一个 EPP 叫做 Java Sound。所以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 APP 的界面，那我们 APP 界面上呢，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说它有四种情境，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去做所谓的设定，比如说可能是通勤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是坐在咖啡厅，或者是你可能是需要很专注的不想要被别人打扰，我们都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去做一个设置。所以以上是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再次用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凯尔介绍了这么详细的我们一整个系列的产品。有没有我们在场的媒体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要邀请到我们凯尔帮我们先抽出我们首个的第一个的奖项。这次要抽的就是我们 Java 一粒系列的45E，好吧，我们先抽45E。好，刚刚大家都有投这个名片了吧？还有没有人没有投名片？有人没有投吗？大家都投喽。好，大家现在都很害怕。很害羞，想说很害怕抽到45E，因为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对，等一下有点，但是45E也是蛮好，我都想要投我的名片进去了。好 ，OK， 所以我先抽出，先搅一搅。好，来，幸运的朋友，悠悠生活馆白小军，小军有在吗？没有在，真的不在，不在啊。好，那我们就只能谢谢小军了，好吧，把机会让给别人了。好，再往下面一个幸运的朋友是谁呢？高传真视听杂志 Lauren Low， 完全恭喜你，欢迎我们的幸运的朋友。你在这个打文字稿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了。那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OK， 那我们用热烈掌声恭喜我们的幸运的朋友，恭喜恭喜！这个主角的就是我们的 ATF65T 了，好不好？直接来幸运的朋友可以把它带回去。所以如果身上还有名片的，可以再考虑多留。大家应该已经都投了，有没有？好看是哪一个幸运的朋友可以把我们这个非常厉害小米行动3C 蔡小雨。
在吗？小雨在吗？蔡小雨。有人要变小雨、啊、我是小雨啊，不然我自己拿。我主持人叫做小雨，真的不在哈。就是他应该是去那个刚刚拍完照，先行离开了。好，要、欸、我们一样欢迎下一个，我们公那个再抽下一个，看是哪一个幸运的朋友。以为喊到我的名字，我都紧张了。Mobile 零一 Brian 施逸婷在吗？施逸婷应该也是先行离开。我记得 Mobile 这个的人的脸，我记得 Mobile 这个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会场当中。好，这个下幸运的朋友是奥雷特整合行销有限公司。哇，我那个行运霸其实蛮常抽到的，对不对？我记得，所以他每次都要做第。他很常抽到，因为每次他都会这样子陪伴着我们，有没有？一样，哇塞！今天的最重要的主角就让你带回去了，好不好？恭喜我们 Active 六 T， 好了，一样先帮我看一下右手边这边，好不好？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这边先记录一下。好，那我们一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也要帮你捕捉一下哦，好朋友要捕捉一下。行运霸真的是每一次我们 Drop Out 的活动，他人都会到现场的，好不好？恭喜恭喜！那你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哦，在未来的时候呢，可以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全新的新品。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发布会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周年漫威，好了，还要回去。我刚刚很 lucky 中了一台六五 T。完之后我再来聊今天这个状况。下午茶，这是下午那个发表会的牛肉可颂 ，cheese 可颂，好，这是手冲。真的，今天发表的超好。好，我们来聊一下下午去的发表会。我真的运气超好，你知道吗？我的皮夹里面。从来没有放名片，然后我今天也没带名片，然后今天那个 Java 的那个主管他就说，哎，你们名片没有放来放哦，待会有大奖哦。我就赶快，哎，皮夹里面竟然有一张名片，我已经很久没印名片了，里面有一张名片，我就拿去投，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中奖。然后呢，今天的发表会刚好跟一个小爆音箱，小爆小爆，我想要听摇滚乐。好，为你推荐这首摇滚乐。我从来没听过，但是竟然有发表会，我也不知道。反正那种一线的发表会是不会找我了，对，不会找我。大部分的刚到台湾的品牌，他们都是的，试着会找公关公司，啊，公关公司找那种大咖的去，对，轮不到我。对，然后因为一堆人都跑去那里。就今天的发表会，老实说，人有点少，可是我必须很给他们鼓励，因为很用心耶。他准备了很多餐点，我刚刚下午茶就吃了，一个袋子里面放了两个cheese 牛肉可颂，两份哦，不是一份是两份，然后有一个蛋糕，一个应该是慕斯蛋糕，柠檬塔，应该是柠檬塔。我没有吃，因为吃不下，我把它冰冰箱。然后，一杯咖啡或红茶。好，这个是一般发表会标准规格，可是那个场地也不便宜啊。然后主持人
还有主持人叫小雨，我今天跟他认识，他有请我说把今天有拍到他的影片传给他，他很在意自己的表现。这是我认识第二个小雨，然后他说，在他们业界有三个小雨，那目前认识两个，对，一个是上次参加那个三立录影的那个丁小雨，那这一个是今天的这个小雨。对，总之我觉得他们很用心想要办好这个活动，但是时间真的很不凑巧，他们原本是25号改26号，然后又改成今天31号，为什么他一改再改？并不是他们不重视自己的产品哦，是因为他太重视自己的产品，但是一直跟大品牌手机的发表撞起。那你在台湾的三 C 部落客，说三 C 媒体就是这些人，那他们通通跑去大的，所以如果他们在那时候开的话，更没有人，所以不得已移到今天。那移到今天，竟然有个小爆音箱，我也没听过的，好像一堆人跑去那边，就没有到他们这里了。所以今天我拍到那现场人有点少，那为什么我会中奖你知道吗？其实前面有抽到两个，好像是 Mobile 01跟一个是小米吧，我要回去看录影，我现在还没有剪接，我不知道，反正 有先抽了两个都不在。那第三个抽起来的时候，我看到那张名片，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我就在跟那个董达达说好像是我，我不知道有没有录进去，我一看他抽起来我就说好像是我，很幸运啊，很幸运。但是我还是来说，我还是要说，从小我妈就跟我讲，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懂吗？当很多人都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就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当然今天我是没有选择啊，一来是因为我跟先创他们真的很熟，他们发我没车马费啊，我还是去了，只是说因为我也算他们经销商，我希望能够多了解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的话，我要介绍也比较好介绍，所以我今天去了解，我录影我很认真都录下来了，对，所以我对那个产品已经有初步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会开箱这个产品Elite Active 6T， 蛮厉害的耳机，但是呢我大概看过他把心率拿掉，不过说真的，现在很多手表，应该说很多运动手表都有心率，耳朵的心率，以前用过 Jabra Pulse， Pulse 2-3年前哦，他们有这个技术，但是他把它拿掉，他把它拿掉，我蛮期待这个开箱，但是这几天没空，我这里也没空，我还有很多产品要消化。那我刚刚把那个LG ThinQ， LG ThinQ 的影片放上去。G7，Thank you LG G7，Thank you。好，这个再麻烦大家明天看我 vlog 的时候回来帮我看一下这个开箱。老实说，这是一支业配的影片。那他把 LG G7 把这支我借给我用，我大概用了半个月，这支很好用，很好用，亮度够，反应速度快，记忆体也大，然后它的那个照相，对，照相功能很好，那价格20000多块。跟 iPhone X 比起来是 CP 值算不错，还在帮我看一看分享，这是我第一支手机的业配影片，我很用心拍这个影片，当然每个人风格就是这么回事，我不可能拍出什么多高质感的东西，因为技术不到，但是我是很诚意的用了这支手机，然后实实在在跟我生活了10多天，那这应该这几天要还人家，他不是给我的，对啊。我是很用心在拍每一支我的开箱影片，对。那当然，我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产品开箱，也能让你们多了解一些3C的资讯，对。那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挑战吧，因为
拍开箱 不比拍 Vlog 啊， Vlog 我可能比较随性，开箱我必须考虑产品特色，甚至我必须要跑来跑去。其实本来在这支开箱里面我早就好了哦，是因为他们客户那边有看到我有用空拍机，那他们发现说，哎，我用空拍机，我有提到那个亮荧幕亮度够，他们希望我能够再去补拍那个画面，所以我前几天 vlog 中有提到，我又跑去拍，大中午跑去拍。为什么大中午去拍？是因为我就是要取那几个画面而已。对啊，对啊，可我觉得这是挑战，挑战，然后我把它完成了，很开心。好像又讲十分钟哎，对，其实每天 vlog 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可是我每次考虑到我剪出来的影片会太长，真的会太长。对，这个球是今天去发表会给的，对啊。那我也问他为什么会给球，因为他们香港的发表会是在六月份，那时候世足赛。那没想到台湾这边发表会一延再延，一延再一直撞期，一直撞期，一直撞期，延到变今天，所以世足赛都过了。对啊，但是这个品牌 Jabra 我用过他们很多耳机，我以前写过很多开箱，只不过现在比较少写开箱，要拍影片。对，这个品牌跟先创合作是很用心在经营。那这个如果我开箱再我再跟你们分享好吧，差不多是这样，快八点回家。9:27耶，我刚本来要走了，后来我忽然想到今天是月底，那个厂商货款我没有转账，哦，吓一跳，糟糕耶。当然我今天转人家也是明天收到，可是我不想拖人家款啊，我刚刚很紧张，赶快查，然后我的那个因为我是用 Mac， 然后网络银行必须要用 Windows， 就一直进不去，就后来没办法土法炼钢去找出所有厂商的账号，然后用 Mac 找另外一个网络银行一个一个这样转，就现在9:30。3天没有拉了，七下。哦，这个人最不喜欢欠人家钱啊，欠人家人情啊，这类的都不喜欢。所以如果今天没有把这件事情搞定，我会觉得欠人钱。对，好了，然后刚刚把我想的都在弄了，我就把今天的留言通通都回完。真的很感谢那个。2000分之1的，对，因为很多人都回馈说他是2000分之1，谢谢，好了，拜拜。